这是回血谷吗？嗯。要不要抽烟？让他想两秒。这里就是曾经的火葬场，人死后就一定要来这边烧。这里，哇，就推进去啊！你看到吗？尸体是从这边推进去的。哇哇哇！哇！这里轨道有没有？尸体从这边推进去，门关起来，我会爱照。哎，这是灰血品吗？等我一下。哇！我要进去看看。啊，再靠回来就有坑了。我带你们体验一下，我带你们体验一下人生的最后一层。这边还是有金子，这应该有探险团来过吧。我从这边，这里，我快看得到吗？有没有听到在抠高垒的吗？注意听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看一下我能不能进去。Hello， 我想请问，火烧的时候你们会痛吗？有，所以叫你们跑走，你们真的跑得走吗？刚刚球是你摸的吗？是，在这里。Hello， 你说什么？不说，不说就不说，小巴哟。请问你们对于我来这边会很生气吗？你要不要抽烟？好，那你给我一点素材，我请你抽烟好不好？什么？好啊，这里抽。你开始抽烟了吗？这个牌子你满意吗？你说什么？还不错，懂抽懂抽。Hello。我在直播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他刚问我是不是在直播了，为什么你知道我在直播？这不是古坟吧？这还有人在用花？哎，进房。快进吗？不是Hello， 好玩吗？停一下好不好？好玩，好玩吗？好玩的话，你再想两秒钟。好玩吗？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玩球的话，你就想两秒钟。哇，是不是两秒啊？刚刚这样是两秒吗？那个好朋友，我实在很怀疑耶，你可以停一下好不好？停一下好不好？停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如果你想玩球的话，两秒，让他想两秒。这样有两秒吗？
好玩吗 ？Hello， 你是叫我哥哥吗？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我们来聊天好不好？你愿意接受我访问吗？好，我想请问你，死后会有前世的记忆吗？不会是吗？还是你想继续玩音乐盒？想的话你说想，好不好？想玩吗？你回答我。